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32页啊，532页倒数第五行，课题：智光妙用。这有四个小段啊，第一个小段，慧光普照啊，我们看经文只有两句：愿我智慧光，普照十方常。我们看年老的注解，上面一段表无量寿，这一段呢，表无量光。无量寿是体，无量光是相，是作用。从此体无量寿的相用，流出无边之化德、化义，化是教化，德就是教化的功德啊，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教化的智慧、教化的理念、教化的方法，这些都是德啊。一是利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啊，特别是弥陀的教诲确实能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啊，脱离六道轮回，得究竟乐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不退成佛，这是究竟乐啊。所以说流出从无量寿体中流出无量无边的化德化义。下面引善导大师的话说，善导大师定善意，大师有观经的注解啊，给我们讲的定善，一一誓愿为众生。这个一一誓愿就是前面我们学过的48愿，
每一愿都是为众生啊，没有一愿呢是为自己而不为众生的啊，这个是我们要学的。向释迦牟尼佛学，向阿弥陀佛学习，是经词记诵，正行实行，这个两句偈显示出阿弥陀佛的用心。你看经文，愿我智慧光，普照十方常。阿弥陀佛，无量寿，无量光啊！无量寿是从体上讲的，无量光是从相上讲的，从作用上讲的。啊，他放光，普照十方常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知道，佛化身，无量无边呐，每一尊化身佛，光明都普照十方刹。啊，到十方刹去接引，念佛求生净土的人，十方佛刹无量无边。十方刹土里面，接受本师教诲，像我们这个世界，娑婆世界，这是一个佛刹。释迦牟尼佛的佛刹啊，世尊在这个世间劝导大家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，十方诸佛每一尊佛在他自己教区，这个教区就是三千大千世界。这其中九法界最高的菩萨圆觉声闻，下面是六道，叫九法界的众生啊，劝大家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，为什么？无量无边法门不是不好，每个法门都好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要偏偏弘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个法门？这个法门简单容易，只要你肯信，你肯念这句佛号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这什么缘故？都是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都是仗阿弥陀佛这两句文所说的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了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，与本愿相应，佛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啊，没有佛接引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十方世界众生找不到，不但佛找不到，菩萨也找不到啊，所以
菩萨往生还是佛来接引。智慧光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像《涅槃经》上所说的，光明名为智慧，啊，光明是智慧的别名，啊，智慧也是光明的别名，光明叫智慧，啊，又超日明三昧心。这里面说，大智法外，能照法界，名为光明。这个大智从哪里生的？从自性本定里面生的。自性本定就是无量寿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啊，自信是真心，没有动过，没有摇晃过。啊，无有动摇就是自信本定。啊，随佛法，法门无量无边。修什么？通通修禅定。啊，为什么禅定跟自性本定，就是本无动摇相应？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我们凡夫起心动念，从来没有定过。啊，真心本无动摇。妄心念念动摇，这个微细的念头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啊，学佛才有个概念，我们的动摇没有停止过，前念灭后念生，这就是动摇。啊，频率多快呢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把它换算成秒，啊，单位用秒，一秒钟多少次的波动，也就是用这个经上的话吧，多少次的动摇，一秒钟2240兆，一秒钟这样快速的高频率，我们掌握不到啊，它太快了。那我们动个念头，知道自己动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里面有多少次的生灭了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320兆，啊，32亿8000年了，八千是十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对，一弹指啊，啊，一秒钟可以弹7次，乘7。2240兆，太快了。我们无法体会，所以看到外面的境界，啊，境界是由心动产生的幻想，啊，根本
没有真实的东西。啊，像看电视，荧幕上的画面。啊，看电视，屏幕上的画面，全是波动产生的。啊，电视一秒钟一百次，波动一百次，我们看到就好像是真的。啊，那我们现实的环境，眼耳鼻舌接触外头境界，一秒钟，不是三十二亿八千年的，要成其业。啊，2240兆。啊，这就是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一切法的真相是如此而已啊。菩萨知道，所以菩萨放下了。啊，阿罗汉辟支佛还不知道，所以他还有起心动念，他还有分别，啊，他没有执着，他不执着了，啊，到辟支佛不但不执着，分别心也没有了，一定要到菩萨，化身菩萨，怎么样？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禅定，就是三摩地。与自心本定相应。啊，禅定久了，功夫深了，能做到什么？眼见色，耳闻声。见色闻声，同时不起心动念，这个人佛经上称他为化身菩萨。啊，确实不起心不动念的，但是他还有起心动念的习气。啊，习气不碍事，只障碍他不能回归常寂光。如果这个习气断了，他就回归常寂光。回归常寂光才是真正证得无上菩提。啊，证得究竟的佛果。啊，究竟佛果，楞严经上说的。归无所得了，你有没有得到？什么也没有。那什么境界呢？你完全回归自性，你所得到的是自性本来有的本自具足啊，不是心的得来。明心见性之后，什么都是现成的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统统现前。啊，隐现自在，有缘现，没有缘不现，不现就是常寂光，现了就是一真法界。啊，就是十宝庄严土。啊，所以他是活的，他
它不是四代半的，妙用无穷啊！啊，现象为什么？为度化众生，戒严菩萨回归常寂光。这是大事业了。那么我们再看第二者，如坛鸾大师赞阿弥陀佛偈里头所说的，佛光能破无明暗，故佛又号智慧光。上句以铜钱，下句则表智慧光是阿弥陀佛圣号之一。阿弥陀佛称为十二光明佛，十二光佛。这是十二种光里面的一个。这个智慧光能破无明啊，不但破无明，连无明的习气都破得干干净净。这个时候圆满回归常寂光了。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再看下面大师这个念老把这经文的出处给我们交代出来。愿我智慧光，这一句是从五种原译本里面宋译本这个文字，唐译的呢则为愿获如来无量光。这是唐译的本子。宋译的简单，愿我智慧光。说据此，这智慧光就是无量光。阿弥陀佛虽然列了十二光明，实则夜夜明中，均云摄于之光德。故知智慧光就是无量光，就是无边光，就是无碍光，就是无等光，就是常照光，就是清净光。每一个光里头都有其他十一个名字，圆融无碍呀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。是故下句即普照十方刹了。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十方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。这个里面还有包含着过去的诸佛、现在诸佛、未来诸佛，通通普照啊！在这个境界里头，我们讲的时间跟空间没有了。时间、空间从哪来的？妄念上来的。阿赖耶里头有时间空间，转世成智之后时间空间都没有了。光明普照。是故下句
普照十方刹，无量光，则恒遍世虚。遍是遍照，啊，这是讲的空间。故无差不着啊，没有找不到的。且此光明啊，就是智慧。慧能大师告诉我们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第一个，无量智慧，就是无量光啊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用这三句把遍法界虚空界全都包括在其中了。智慧能照万物所照，十方刹土一切万物是所照，能照破众生无明之垢暗，无明是我们为什么变成六道众生根本的原因。无明怎么来的？大乘经上佛常说，一念不觉。可见的自信是觉而不迷，这是佛。如果一念不觉了，带来的是念念不觉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这就是无明不觉生三系呀。这一念不觉里面就生三系相，三系相就是阿赖耶。阿赖耶的业相、转向、境界相。业相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能量。转向就是莫那识。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，转向就是念头起心动念，所以佛常说一切法，这是讲九法界从哪里来的，从心想生。心里什么都不想了，九法界就没有了。那我们修定，念佛，念到一个妄念都没有了，三昧现前。我们用念佛修到的禅定，叫念佛三昧。你用什么方法修成功的？那个方法关上去，有三昧的名称，三昧八万四千，有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无量三昧啊！只要你理想，就能成就。
啊，空有两边都不着。啊，有相我立了，我真的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个还是有，有个空在。空定修成之后到哪里去呢？到无想天去了。啊，在第四禅。第四禅有个无想天，修无想定都到哪去了？没有出六道轮回。啊，这个天的寿命很长，常会有到的时候，时间到了不能向上提升，就往下堕落，所以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啊，远远不如啊念佛，念佛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寿命终了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。啊，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个法门殊胜，这个法门人人都有份，只要你肯学，甚至于到临终最后一天，我相信我念佛了都能往生。啊，我们看到谢宗的父亲那就是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他父亲是个大善人，好人，不信佛，没念佛。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他不相信，临终最后两个小时。谢宗召起不往生，就搞到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麻烦可大，所以他召起。啊，最后这个事情，他问他爸爸：“极乐世界，你相不相信？”“有啊。”他爸爸点头，哦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以前问都摇头。啊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你相不相信啊？啊，他点头，说好。我念佛，你跟着我念。念了一个多钟点，他爸爸往生了。往生的瑞相稀有。啊，当时来陪他助念的有1000多人，大家都看到。啊，我听说有闻到异象的，有看到莲花的。啊，这么多人看到了，都增长了信心。啊，看到这一幕，这念佛真的不难啊。佛经上讲的不错，最后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这老人给我们做证明，他就是这样往生。啊，随着下面的时候重显智光妙用，能够消除垢名，这个垢名就是染污，就是无名，啊，能帮助我们破无名烦恼。啊，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这个第二段就是除垢济难的，啊，消除三垢名。铭记众厄难，悉舍三途苦，灭诸烦恼难。
我们看念老祖先啊，消除三垢名，三垢者贪嗔痴三毒之一名。阿弥陀佛放光加持，贪嗔痴不起了，这个念头没有了。啊，他这里解释的明无知也，就是无明。居舍论第一卷说，一住无知，能伏十意，戒障真戒，故为明。用这个词来形容它。啊，念老真理说得好，痴就是无知啊。啊，这一次我们参加巴黎的和平会议，他们特别给我安排了跟这些宗教见面啊，在联合国的一个会议厅啊，坐在我旁边的是教廷大使啊，梵蒂冈的这个主教，他坐在我们旁边啊，大家谈话，他发表他的看法。今天的世界，整个世界的社会动荡不安，根本的原因就是众生无知。说得好啊，佛法讲于此，真的是根本原因。因为愚痴无知，他才会有贪，才会有嗔恨，才会有傲慢，才会有怀疑啊。所以贪嗔慢疑都是从痴里面发生的，痴就是无知。那么佛陀的教诲针对这个毛病，就对症下药啊。啊，佛告诉我们六道轮回从哪来的，就是从贪嗔痴慢疑变现出来的。那三恶道从哪里来的？三恶道是贪嗔痴慢疑再加上一个怨恨恼怒烦，十个字。地狱恶鬼出生这么来的。啊，佛教化众生用什么方法？佛用智慧。智慧其用，千变万化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应用什么方法帮助他就用什么方法，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也没有一定的形象，因人而异啊，这叫大自在啊。教化无非是帮助他破迷开悟，
就是叫他觉悟啊。啊，他的苦难就是因为无知啊。啊，佛让他觉悟，让他知，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真相明白之后，他自然放下，用不着劝他。啊，自然就放下了，放下就对了，就没有错误。佛家讲的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真相搞清楚了，这个世界这么苦，就要让我们想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轮回都苦，大概都差不多啊，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啊，极乐世界真乐，破迷开悟难啊，不容易啊。往生极乐世界很容易，不难啊。啊，问题只要信得过，难在什么？难在你不肯相信，难在你没有办法断除疑惑。那怎么办？经教就是如来说法，佛当年说法啊，佛在印度弟子们将佛所说的话记录下来，这就变成经典，用梵文写的啊，从汉朝汉明帝这个时代起，一直到唐宋，从印度传到中国大量的佛经，大乘小乘显教密教都传到中国来了。啊，印度这些大师中国这些大德从事于翻译工作啊，用中国文字翻出来，用浅显的文言文写出来，让一般人都能懂啊，一般读书人都能看得懂佛经，佛经比古文浅，也就是接近白话文啊，所以在翻译的时候，在中国文学史里叫变文，变化的变，变通啊，它很简单，很容易懂啊，比古文中国一般著作的时候，你翻开就很浅显，你就觉得它很容易读。啊，那么多梵文经典失传了，到今天找不到了。我学佛的早年，我就很怀疑。啊，我向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请教，为什么这么多梵文经典没有能留下来？啊，老师告诉我，这是民族的自信心。啊，我们能够肯定，所翻译的没有犯错。没有把他意思翻错，完全保存下来啊，换一种载体，用中国汉字文言文
啊，翻译出来中国汉字文言文的好处，就是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，无论哪一国的人学会汉字文言文，你都能看得懂，而且超越时间。为什么？中国汉字它不变啊，2000年前管用，2000年后的今天也管用，再过2000年还管用。这是全世界的文字，每个国家族群的文字比不上中国，中国文字超越时空，外国文字不行。为什么？外国文字是拼音文字，梵文是拼音，西藏文也是拼音啊，拼音的文字受限制啊。你看一般专家学者告诉我，大概200年文字就起了变化，很大的变化啊，他文字就看不懂了啊，必须要有专家把它再用现代文字写一遍，很麻烦的，200年要重写一遍的啊，不写就没人认识了。汉字不会啊，汉字好处在此地啊，中国人有信心的，用我们的文字保存，可以千年万世，后人都能看得懂，都不会解错意思，这个利益太大了。啊，我记得我在80年代啊，第一次回国啊，到北京去看黄年老，好像是84年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同乡嘛，啊，他接待我，我们聊天聊了4个半小时，啊，请我们吃晚饭，跟我去的大概有30多个人，他通通去了，啊，摆了3-4桌。我就提出来，汉文的经典里面还有一部分我们中文里头没有的，就是汉文里头没有的，就是藏文，藏文经典有一部分我们没有的。我就提醒普老要赶快把它翻成汉文啊，将来才不至于失传，因为懂汉文的人越来越少了。200年之后，真的，纵然现在没有人能看得懂的，啊，现在还有一些人能够读懂的，赶紧翻译。啊，这是佛门的大事啊。啊，南传巴利文的经典几乎我们全翻过来了啊，小乘经3000多部啊，这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我们中文大藏经小乘经跟南传巴利文去对比，大概它只比我们多50几部，
3000部只多50几部，几乎是全部翻过来了。这个好啊，所以把藏文再翻成汉文是很有必要的啊。汉文的好处能流传久远啊。我听说蒙古文里头也有不少我们汉文里头没有的啊。蒙古文的藏经应该是直接从藏文翻译过去的啊。我听说无量寿经就有30多种啊，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。现在懂蒙古文少了啊。我认识的有个金教授，他整理蒙古文的大藏经，我帮助他把它出版了啊。这样一来，蒙古文的大藏经又能保存一段时间，但是不翻成汉文，200年之后蒙古文没有人能读，满洲文也没人能读啊。满文的大藏经内容应该跟蒙文差不多，这都非常重要啊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我们再看下面《居士论》第一卷啊，说一诸无知，注释多，无知就太多了，能服十一啊。十一就是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实相障碍住了，即障真见啊。真见就是自性里本有的真实智慧，这个无知能障碍真见，所以说作明，用这个字来代表。名气中而呢，名字有显的意思，明显，有备的意思，具备，有甚的意思，有成的意思，有这四个意思啊。即是救济啊，有度的意思啊，像过活帮助他平安度过啊，这都是即的意思。这句经文会书本作广记啊，这个地方经文是明记啊，故知明记就是广度之意啊。阿是难啊，是障碍，是负，是难，有这些意思在。难苦难灾难困难，故此二句之前世啊，前贤的解释就是消除众生贪嗔痴三毒之垢岸啊。这个垢是尘垢染污的意思啊，广救种种
痛苦、灾难啊，恶难是众多无数啊，所以叫众恶难。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，感触就很深。为什么呢？众恶难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每天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统统是啊。啊，10年前读这个经文，我们的感触没有现在这么深了。啊，为什么？那个时候是有灾难，比现在少得多。现在跟10年前比的时候，几乎多了10倍。啊，10年前常常听到灾难，这1/10了。现在加10倍，往后去1年比1年多，这怎么办？没有看到它能够减少，只有在增加，越来越严重。啊，我们幸亏遇到佛法，遇到净土。要不遇到净土，我们的忧虑去不掉啊！啊，遇到净土，把净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不怀疑了，真相信了，我们有出路。啊，我们看到灾难越多，我们念佛的心越切。啊，求生净土的心越来越坚定，万缘放下。啊，真放下了。啊，帮助这个社会，完全是随缘，有缘做。啊，总是帮助佛陀教化众生，也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没有缘不勉强，这样就好啊。啊，学佛要开智慧，要破无明，要把无知变成有知，啊，那么现在好像觉悟的人比10年前多，也许10年前我们所遇到的缘比较狭窄，啊，现在我们遇到的缘呢宽广，我们念念要跟阿弥陀佛相应，啊，要帮助阿弥陀佛，成就阿弥陀佛的宏愿，普度众生啊！我们劝见人都劝人念阿弥陀佛，都劝人哎，求生极乐世界啊，这很重要，不能小看到啊。这个就是他真正相信的，也许他真的可以
灭除灾难，化解灾难。佛之智光，现能明晰的。啊，佛的智光在哪里？经教就是佛的智光。啊，昨天晚上有个同修送给我一套书，我一看，民国22年印的，15册，他缺了一册，14册，内容全是讲的因果报应，分成15类。啊，是红花社送来的。红花社是印光大师创办的。啊，给我看，希望我能够翻印。我说没问题，我答应他，我给他印1万套。都是事实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啊，今天社会到这个变成这个样，没有人讲因果了。早年间子，我还记得，啊，我小时候讲因果的地方到处都有，啊，特别是茶馆，现在茶馆没有。啊，古时候一茶馆，啊，每次坐在茶馆喝喝茶、聊天、听说大古书、听讲故事，啊，那这种因果报应，啊，孝悌忠信都讲这些。抗战时候还有啊，抗战胜利之后没有了，我再也没看见了。抗战时候。啊，你到乡下到处都看到，你这一进茶馆你就听到有人说书。啊，我们做小孩很喜欢听的，听故事。啊，这个就是民间艺术。啊，他传道所说的内容。确实遵守佛寺的原则，死无邪啊，不会让你有偏差、有错误的思想啊。所以这些说书的人都在教化众生啊，虽然他们的收入很微薄。讲完之后啊，听众身上带丢零钱给这个铜板啊，那个时候还用铜板啊，是很辛苦，但是他做的是功德，他做的是好事。啊，这个下面会书里头说的三口是贪嗔痴，此三口染心性的，它就是染污啊，染污我们的心性。实际上它不是
心性是没有清净的，怎么会有染污？好像是染污。他是阿赖耶，阿赖耶里面落下的种子，这个种子障碍心性不起作用啊，心性是真心，真心不起作用，染污它起作用。啊，所以把它叫它做垢，垢就是染污。令众生盲明，就是无知。啊，因为他的染污了，心不清净了。啊，心不清净，随顺这些烦恼错误的之见。啊，于是对事实真相茫然无知。想错了，看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这叫造业。啊，业有善恶，善业生三善道，恶业生三恶道，这就六道轮回啊。六道轮回从心想生。这个要知道啊！啊，《左传》上左丘明有一句话说：“人气长则妖性。”啊，这一句话我们在今天看见了。啊，常是什么？常是道德无常，仁义礼智信。人要把这五个字放弃了，变成什么呢？不仁、不义、无礼、无智、无信，这就不是人了。啊，是什么？妖魔鬼怪。所以人把五常放弃了，不要了，社会就变成妖魔。那今天就是啊，于是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、圣贤的教育，要赶快兴起来啊！最好从小孩开始。啊，我一听说香港政府可以同意办一条龙的学校。啊，只是这种学校自己负责，政府没有津贴。啊，那么有这种条例的话，有人在办。啊，从幼稚园办到小学。再往上提升，办中学，办大学，也可以办研究所。啊，没有学校的学位，但是有真本事。啊，那么社会这个政府能够同意这样做法，这些人将来学出来之后，我们接着办一条龙的学校。培养圣贤的。啊，这个地方没有博士硕士，有圣人有贤人，有圣贤出来
众生就有福了。啊，真能出圣贤吗？我相信真能。为什么？我们老祖宗佛菩萨会下凡来呀，啊，会投胎到人间来呀，那就是啊，他从这出生。啊，他有大智慧，他能真正解决问题。啊，所以这个都是好事，都是好信息。啊，这下面说是令众生盲明，就令众生无知，这个是流转的因，就是生死轮回。啊，六道轮回从哪来？就从这儿来的。啊，众和难是其果，六趣四生，六趣就是六道。啊，四生，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。啊，是讲众生四种不同的生态。啊，六道。众生啊，佛光普流清净，欢喜智慧之德，消除三障之命，即因即灭，苦果何止？这是离苦得乐的初步啊！佛光是说佛陀教育啊，佛陀教育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！佛陀教育确实清净，学习的人欢喜。开智慧啊，智慧开了，三障就是贪嗔痴啊，贪嗔痴消除了。即因即灭，这个即消灭极地的苦因啊，极地是极就是极界，极什么呢？极烦恼，极善恶业啊，极善三善道果报，极恶是三恶道地狱魔鬼出生的果报啊，所以这是六道的苦因，苦因消灭了啊，不造这些业了，这些业都是染业啊，不造这些业了。最明显的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放下，善恶都放下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，真的六道轮回的业放下了啊，苦果何成？宗旨流转指苦果，流转就是六道轮回，我们超越六道轮回，不再造六道轮回这些业了，所以叫广济啊，广是广大普遍，帮助六道轮回脱离苦海啊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幕后这两句，习舍三途苦，
灭诸烦恼岸，啊，成上文而言，消除三毒。三毒就是贪嗔痴。啊，那你就立三恶道了。盖三途疾苦，大圣垂赐，远离舍利。故四十八愿之首，第一愿。第一愿是过无我道愿，不堕我趣愿。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。那我们这边凡圣同居是六道，极乐世界只有两道，人天，没有阿修罗，没有罗刹，没有地狱，没有恶鬼，没有畜生，所以不堕我趣。啊，我们有三恶道的业因，在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的果报，没有三恶道的缘。啊，所以贪嗔痴自自然然就断干净了，而且很快就断干净了。啊，贪嗔痴生不起来。我们这边为什么会生贪嗔痴？欲望无限制、无限量啊，资源有限的，所以有求不得苦啊！啊，天天在祈求啊，就起贪心。啊，极乐世界资源太多了，你想要黄金，极乐世界黄金铺马路的，啊，像我们这水泥一样，它太多了，你要它干什么？啊，所以对黄金它就不贪了。啊，宝石。啊，金刚钻，极乐世界拿来干什么？建筑材料啊！啊，谁把建筑材料，把这个柏油马路啊带在身上？这没有啊！啊，所以极乐世界这个东西太多了。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啊，所以让你看到就讨厌了，不会起贪心，啊，所以缘好，阿弥陀佛，通通想到了，啊，你有贪嗔痴的烦恼，到极乐世界没有贪嗔痴的缘，很容易断掉了，不再有这个念头。啊，这个四十八愿的前两愿，经云：悉舍三途苦，跟四十八愿前两愿的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暗是比喻无明烦恼复辟众生心愿。自信是光明，自信流出来的是智慧。啊，自信是明，他现在不明了，所以佛用个名词叫无明，明失掉了，不是失掉，是有障碍。啊，什么障碍呢？烦恼。烦恼障碍自信就变成无明，啊，本来是明，它就变成无明，
啊，它障碍了众生的真心。啊，这个心缘是真心，障碍了，啊，盖覆住了，啊，所以变成无明了。啊，昏昧、明茫、明茫而无所见。啊，无所见是真相见不到了，完全见的是假象。啊，今天科学家用最先进的仪器看到物质的真相，啊，用仪器观测到。啊，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念头，在高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幻象，不是真的。这个幻象就是物质的根本，叫微中子。啊，微中子有多大？不但我们肉眼见不到，一般的显微镜看不到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，你还记得数字是100亿，聚集在一起，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。原子里面的电子等于一个电子，那也就是说，这个基本的物质是电子的100亿分之1。那么我们整个物质现象都是这个组成的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一合相。”啊，一就是微中子，啊。佛教不叫微中子，佛教叫极微色，啊，极其微小的物质，色就是物质，啊，它不能再小了，这个物质要一分开就没有了，物质现象没有了，啊，科学确实把微中子找到，微中子在打破，没有了，物质现象没有了，看到是什么？看到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，啊，这才把物质现象整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现在的科学家集中在找第二个念头，念头是什么？啊，我们相信，20-30年之后，念头是什么？也找到了，找到之后告诉你也不是真的，它是阿赖耶的第二个现象，转向，转向是它能变，所以物质跟着念头变，念头产生的物质，念头能改变物质。这个发现好啊！啊，为什么好呢？人人真相信，用意念可以强壮身体，可以治疗疾病，不需要用医药了。啊，也不需要用补品，都不需要。念头好的念头，啊，你就好的身体，好的念头。好的居住环境，这个居住环境没有灾难。啊，极乐世界没灾难。为什么？每个人心都好。心怎么好？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现在知道啊，宇宙之间最好的念头是念阿弥陀佛。这个念头太好了。这个念头就造成了极乐世界。
啊，所以起心动念什么念头都比不上阿弥陀佛啊！我们现在在找到啊，发现了，找到之后要抓住，不能让这个念头失掉啊！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，全是阿弥陀佛。这就对了。啊，无量寿经这个经上说，我们这个世间人遇到急难啊危险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劝我们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很大，救苦救难，你真念他，他真救你啊！就是坚定的信心，全心投靠观音菩萨，保佑你啊！这一段经文我把它印在一个小卡片上，小卡片印的是千手观音啊，希望提醒大家啊，遇到急难他真管用啊，放下一切妄念，一心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是阿弥陀佛劝我们的，本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，决定不是妄语，相信的人有福了，不相信的人当面错过啊，那就真可惜。佛的之光好比太阳，佛的智能照破无明烦恼，如日破案，故云灭诸烦恼难也。啊，我们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，解决一切艰难困苦，就这一句佛号真有效啊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第三段，开慧大善效果越来越殊胜啊，开辟智慧也，获得光明身，闭塞诸恶道，通达善趣。善趣门里头，第一善趣就是极乐世界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前面的两句，开辟智慧也，获得光明身，眼这作用就是见啊，故常以眼代表见，这个见就是我们看法对人生的看法，对宇宙的看法，对事处世间一切法的看法，都叫见。常喻，佛经里面常常用比喻说，般若如梦，余度如盲，六度六波罗蜜，
六波罗蜜里头，般若波罗蜜最重要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是智慧，其余五度，不是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这五种。如果这五种里头没有般若智慧，所修的是福报。人天福报啊！如果有智慧，有智慧是什么呢？你修前面五度啊，不执着修五度的相，就是说布施，我不把布施放在心上啊。布施完了之后，心地清净，不放在心上，这是般若啊。持戒也如是。持戒不着持戒的相，执着就坏了，分别就坏了。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忍辱也如是，精进禅定，通通如是。这里头有般若，那就是菩萨所修的法门呐。这六个是纲领啊，每一样里面都无量无边。你说布施啊，无论是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无量无边众生得布施的利益啊。做这么多好事，如果放在心上，心就被染污了，智慧就没有了。不放在心上是智慧，心地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做无量无边功德啊。这个成就成佛果地上累积的功德，叫积功累德了，是这么来的啊。我们一般人通常都没有般若智慧啊，干的事情要记在心上啊，还有干的事情还记出来，找个本子记出来啊，这叫功过格啊。我每天做多少好事，都做少坏不好的事情记出来，两个做比较，这是什么？断我修善，初步用这个方法，用熟了之后就不能用了。为什么？要升级啊，这是小学生做的。那到大学生不要了，到菩萨不要了。啊，菩萨断我不着断我的相，修善不着修善的相，心底永远是清净平等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这是菩萨。啊，所以这个比喻得好。宗门常云，宗门是禅宗，禅宗里头常说，参访须具参访眼，看教须具看笑眼，看教眼，世界以眼表般若之正见也。啊，这个眼就是般若波罗蜜啊。参访是参学啊，就是参访高人，向他请教。你遇到高人，你要没有智慧，通通着相，那么高人对你的开示，对你的说法，全变成知识。为什么不开悟啊？你着相了，如果不着相呢，非常可能几句话当中豁然大悟。为什么？他心清净平等，觉而不迷。所以这参访眼就是
般若波罗蜜。啊，这是参学。啊，就是求教于高人。啊，下面呢，这是次一等。看教，教是经教，看教就是读经，看经，读经。看经要没有定慧，不会开悟啊！啊，所以看教，我们讲吧，读经。为什么要一门深入？常识熏修，这叫看教啊！啊，一门，你的注意力集中，啊，一门深入，啊，常识熏修是，它是修定的，一天。看八个小时，十个小时，啊，像看大经、华严经，一天看八个小时，看一遍要多久呢？差不多要二十天，二十天看一遍。啊，一天看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，经的分量大了，九十九卷。啊，如果要不着相，不把它放在心里，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心地呢干干净净、一尘不染，你问他。他什么都知道，你不问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确实如此，他的定啊，这个定叫华严三昧，他是看华严经修定。那我们现在看无量寿经修定，我们看华念祖老居士注解的定，叫念佛三昧。这是念佛法门啊，三昧成，心地干净，智慧渐渐透，不定什么时候碰到了大彻大悟，就明心见性了。明心见性就毕业了，就成佛了啊！所以这是要有看教也。啊，看教也，简单说，我们也常常说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叫看教也。啊，参学的时候叫参访也。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在哪里练呢？一切时，一切处，在六根接触六尘这个地方练功夫，眼见色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如果真正这四句都做到了，成佛了，还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菩萨啊，比佛降一等。所以菩萨就是修不起心不动念，耳在音声上修，鼻在闻气味上修，舌在吃饭上，酸甜苦辣咸上修。
啊，身体在接触，啊，意根在制法，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修行是何修？不是时代版的。啊，我们用读经这个方法，这是方便法。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佛说得很清楚，《金刚经》上讲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几句话要明了，就知道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的，不应该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错了，起心动念就是无明。啊，分别执着就是造业。啊，起心动念是迷呀。这个地方用暗做比喻，就是不求啊，就是无知啊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清清楚楚，能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啊，如果说不起心不动念，我没看清楚，我没听清楚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那什么？那是无明。啊，问你什么也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你看修行的人他厉害。啊，他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你问他他通通知道，但是他没有起心动念。他心是清净，他没有被这个因，没有被外面的相所染污。这叫真修。啊，真修不能离开人事物，离开人事物你到哪里修？啊，挖个山洞到里面去打坐，还是做了山洞的像？啊，那都是功夫不到家，功夫到家不要搞那些。啊，就在境界上训练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那净土中有个最好的方法，就把握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那个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做不到。啊，不分别不执不执着也不容易。啊，我们就抓住一个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统统放下。很快就见佛了。啊，见佛你就真快乐啊。啊，为什么？自己很清楚，很明白，极乐世界我已经报名了，已经注册了，那个地方有我一份。啊，我寿命到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一定来救我。啊，寿命没到，遇到灾难，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，阿弥陀佛也会来救我。我们起心动念，阿弥陀佛全知道。啊，所以他会分身化身来带我们去。啊，这个宗门教下，参方是宗门，看教是教下，都是以言表般若的正见，正知正见。
啊，用这个来代表。又华严经，离世间品，十言中，除无缘外。第六个呢，叫智言，见诸法苦啊！啊，智言能见一切法，见一切法的真相。啊，真相就是实相，真实相，真实相这个法是假有，不是真有。啊，像我们看电视，电视屏幕上的色相不是真有。啊，真是什么意思？真是不生不灭。屏幕上的相是假的，一秒钟生灭一百次，不是真的啊！所以我们在屏幕上这个色相啊，不会分别之处啊，但是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啊，这是修行。真修行，那不一般人呢？一般人他有分别之处啊，看到电视里面的表演啊，他们笑你也跟着笑，他们哭你也跟着哭，这就是你有分别之处啊，你被他欺骗了，错了啊，电视是假的。我们回过头来看，现实环境也不是真的，这就很大很大的进步，向上提升了。立世间品里面的十言，这个地方都写出来了。啊，第六个是智言，见诸法；第二个是光明言，见佛光明。啊，真见到了佛光常照啊，我们一般人见不到。为什么他能见到？他心清净，他有真诚，他有恭敬，所以他见到佛光啊。第八，出生死眼啊，出生死见涅槃故，涅槃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不生不灭啊，也有翻作灭，翻灭是灭烦恼啊，像小乘见思烦恼断了，叫入半涅槃，小乘的半涅槃，大乘菩萨的半涅槃，要破无明烦恼啊，破根本无明，才能够回归常寂光，回归常寂光就是入大半涅槃啊，大乘的半涅槃。啊，下面第九，无碍眼，所见无障故啊，没有障碍啊，墙壁你能看过去。啊，大山也能看透，没有障碍。啊，能看到前面所说的十方一切诸佛刹土。啊，看你这个定力、修行的功力、
定越深，越看的破的障碍越多。这是说于无碍。第十呢，一切智眼，这叫普眼，皆普门之法界，普眼现前，跟观世音菩萨一样，能见十方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刹土，统统见到啊。经云：智慧眼者，可视为视眼中的慧眼与智眼。第六是智眼。亦可解为众生本有之如来智慧德相，那就是佛眼。这是从理上讲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一句我们要记住，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跟这一句的意思相同。众生本有之如来智慧德相，由此可知，它不是从外来的，从外来修不到，从外来修。可以有一点小神通，不是真实智慧，那是错误的。佛法跟一般外道不一样，就是佛从内修，佛不从外修，完全是开发自信，破除烦恼，自信的智慧德相自然现前。这才叫是佛教。离开自信，无有一法可得。所以佛称为内修，经典称为内典。它不像外修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求健康，求长寿，求脱离轮回，求了生死，通通是在内，不在外。内里面有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没有从外求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。那这个如来智慧德相，那就是佛眼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